辛苦。然后延续到刚刚讲的那个送便当的话题，也许大家小时候都有吃过妈妈送的便当，或者是妈妈们曾经有帮小朋友送便当。对，就是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家人，尤其是你的父母亲，他们非常的辛苦。这首歌叫做《妈妈说》。就